如果司法调查柯文哲，然后呢，柯文哲有个三长两短的话，就是司法不公。对，这是哪个招？的确，我觉得其实到现在为止，已经从柯文哲的政治现金，还有这个金华城的案子，现在除了还有另外一线的大戏，叫做民众党的内斗啊。对，那这民众党的内斗，其实我觉得像你现在。他因为他要护住柯文哲，让柯文哲能够坐稳主席这个位置以后，所以有一些过去柯文哲所提拔的人能够继续维持在民众党内，还能够继续他的政治生命，他不必再去找下一个宿主啊，那个寄生的宿主。但是呢，现在目前主斗的两派，包括刚才这个 Thank you 所点出来的这个黄国昌，还有这一次你现在看到黄珊珊以及这个尼奥跟这个石乐两家公司去指责这个做账，也就是财会这个部门李文忠的部门，你看到现在这两派哦，就斗得非常凶。那国民党的角色嘞？民众党都已经内斗成一团，然后国民党这个，我觉得国民党非常有趣。国民党现在也是呈现一个精神分裂的一个状态。国民党有一部分的人，像是游淑慧跟钟小平，他们认为说柯文哲这种人是不能够合作，民众党这种人也是真的不能合作。过去对于国民党有多大的伤害，现在国民党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吗？这是他们的，我相信刚才已经讲了很久。像马英九、马办也觉得啊，不要伤太深，这样子不好。对，但是有一些人是觉得，哎呀，我们国民党最缺的是什么？就是有一些小草，小草一定不思考，葱现在草变成葱，葱也不思考，所以我们不要打太用力啊。如果说柯文哲还在啊，黄国昌还在他身边啊，或者是黄国昌取代了柯文哲的话，那黄国昌就靠到我们这边来变成小蓝，葱就会变成我们蓝的，这是他们国民党的一些的这个想法。所以未来会不会变成说，因为这个民众党的内斗而导致国民党自己也会因为民众党的内斗加剧而产生他们的矛盾？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条支线，看起来也是蛮精彩的。哇，现在怎么办？每天追剧，要是一个不留神，你就追不上，因为每天发展真的非常的丰富。